你在台上要让人家看到青春，要听众感觉到你是年轻。 Old man with the young heart, Forever you feel young。这是怡年中心合唱团声情唱响31年演唱会正式演出前的彩排。这支乐龄合唱团特地邀请由年轻人与中生代组成的青声合唱团来助阵，担任指挥的是音乐界前辈齐文阳。我再一次谢谢青声这些年轻的朋友，你乐意跟这些我们这些年长者一起唱歌啊，希望你们也照顾他们一下，上下台的时候啊，他们的脚力不如你们，就好像我不如你们一样。今年85岁的齐文阳是怡年中心合唱团的指挥与灵魂人物，从54岁就带领合唱团，直到今天。1960年代，齐文阳从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学成归国，受聘于教育部音乐组，到各校巡回教学，领导过合唱总会的前身11合唱团。也曾筹组由5所华校中学生组成的校际合唱团。1970年代，校际合唱团改组成青声合唱团，齐文阳挑起青声指挥棒，长达20年。男高音出身的他，退休后仍然很活跃。芳林苑的怡年中心专为年长者主办康乐活动。1989年，齐文阳应音乐界朋友的邀请，义务前来担任音乐指导，将原本的普通乐龄歌唱班改组成拥有不同声部的合唱团。再多一点，合唱团的团员呢，基本上是来自不同阶层的，有退休的商人，有退休的护士，有退休的老师。绝大部分的学生团员，他们是真的保持着爱唱歌，弥补他当年的前半生没有机会参与这种活动。现在他们退休了，儿女成长了，所以他们比较空闲了，就来唱歌。Okay, one, two. 带领乐龄合唱团呢，挑战很大。40-50个人当中，一定肯定的5个手指都不一样长嘛。你要让他们同样在同一个水平上去，做很难，很难。但是我必须要有耐心，我更是要有一点爱心，
看啊，我们就缺了一点点东西。你这个咖啡啊，是淡的咖啡，不是浓的咖啡。你知道什么叫你浓我浓吗？不用我说了。那你趁你浓我浓，可洒清朵，你没有感觉，你没有，你的声音里头没有酝酿的一种情，不管这个情是什么情，儿女私情、父母、姐妹、人与人之间，他都是要一个深情。我明知当中某一个人他不行，但是我不能直接点出，哎，某某人你不行。我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唱同一句歌词，这样子慢慢慢慢让他恢复信心。有的时候啊，你不得不让他们觉得我对他们的要求很严厉，让他们有戒心努力。一路走来31年并不容易，多次人生难关的打击也曾令齐文阳萌生放弃合唱团的念头。老师早，早早早，你先进去吧，慢慢，我就来啊，你先进去。除了合唱团集体练唱，齐文阳也在家中为一些学生上个人歌唱指导课。放松 ，ready go。我的原则，我要他们从基本功做起。现在的潮流是艺术歌曲流行化，流行歌曲艺术化，所以我们把唱流行歌曲的唱法给它调整上。你看这个，轻轻，不要开口，音，轻轻，在这个上颚鼻腔，轻轻。比方说，他们唱的是卡拉 OK 的歌曲，我还是要在钢琴上带领他们，因为钢琴上是可以马上停顿下来去指导他某一句某一个字要用哪一种声音去诠释这样的喜怒哀乐。79岁的黄群弟是颐年中心合唱团创始团员之一。你读一次给我听啊，这个字来。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长进。他们就说我阿摩地了，坐在我隔壁那个就叫我，哎呀，你也真的伤脑筋啊。他是道道地地的受英文教育的，他刚来我这边的时候是一个中文字都不会，我太太一个字一个字的叫他念写拼音。是师母最好的，哎呀，我很感恩的，没有师母我看我一定不成功的，真的，我跟他很好的，我们很亲的，老师跟师母每一次黏在一起的嘛，两公婆很恩爱的嘛。2010年，齐文阳的妻子龚彩霞罹患癌症，在短时间内撒手人寰，让齐文阳受到很大打击，也险些让颐年中心合唱团的歌声成为绝响。我太太她也是教音乐的，那对我来说，我太太的去世，我有一段时间很难接受。我们每个星期我驾车去云林，我旁边就坐着他，我在练唱的时候他就坐在那个座位上，所以我一两个小时都是几乎就是看到他。那忽然之间这些都消失了，
人的常情，这种情绪无论你怎么克制你都很难控制，它一定会时不时的爆发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不想影响大家，因为我的情绪，所以我就想说要不然 我不教了，你们另外找一个老师。为了帮助齐文阳走出丧妻之痛，他的两个女儿、合唱团团长罗芙蓉与叶思美夫妇，还有许多学生都常来陪伴他。刚刚师母过世的时候，他很伤心，我们也勉励他，用了很多安慰的话。他的女儿有跟我讲说，芙蓉啊，你一定要鼓励老师去继续教你们，因为假如他是在家里不出来活动的话，他会更弱伤心，要出来教了大家，这样有一种有个地方，有个寄托。他们真的很关心我，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家里陪我跟我聊天呢。他们说，老师你如果不教我们，也就是 无路可去了，我不想因为这样让这个团体失散。两年前，齐文阳的身体健康也亮起了红灯。因为我在我的脊椎后面有一条血管破裂，所以造成我的脚失去知觉，在那个医院的床上躺了差不多30天，做了6个月到8个月的复健工作，每个礼拜我起码有5天的时间我要做这些运动啊。女儿买了一个这个小型的这个跑步机，就在家里做了，所以我的脚比原来的情况好很多，但是没有达到我健步如飞的那个情况了。现在齐文阳出门都会拿着拐杖，防止脚软跌倒。合唱团的团长夫妇和其他团员也会到老师家接送他到颐年中心上课。他们也很窝心，每个礼拜来接我去上课，送我回家，说这些我想不是人人都有机会遇到的一件美好的事情啊。现在你来是不是？啊，就是在我来。OK。以前我带领合唱团练习的时候，我站着2个小时，我从来没有坐过的。现在我不可以，我站了久了，我的脚就出状况，所以我必须半坐半站。就算我目前的情况不是像当年那样，真的我很难起口说，你们找别人带领你们吧。所以我只好勉为其难。那一些没有带枪来上课的人呢，下一次我叫他站着唱歌。你来这边一定要有谱啊，你没有谱怎么唱歌？打仗的兵士没有枪怎么上场打仗？你跟我说，人家一枪就毙命你了。下一次不要让我看到你没有谱上课哈。每年教师节，颐年中心合唱团的团员都会举办谢师宴，答谢齐文阳老师多年来的指导与付出。老师31年义务的带领我们，这是很难得的。我要跟代表大家说一声，齐老师，你辛苦了。带领颐年合唱团31年了、
这是一个甜酸苦辣的综合体。我常常说余年合唱团这个31年来啊，改变了我很多，也把我的原来的脾气啊磨平了很多，所以我也要感谢大家。老师您辛苦了，老师辛苦了，谢谢祝老师健康，20年再相会，好吗？好。我一直很幸运，我有一群很窝心、很贴心的学生。我每次跟他们讲，上课一定要维持师生的关系，因为如果上课也是朋友的话，那就不成了，没有原则了，变成下课我们是朋友。为了余年中心合唱团31周年的演唱会，幕后有许多需要处理的繁杂事务，众多团员付出时间四处奔走。我们就找了很多同学，他们各方面负责的招待、幕后的催场，那么舞台方面很多安排，那些灯光啊，还有那些音响各方面。这个颜色要不要换的？调一调。要，就要调一调。这个20年了嘞。20年了。20年的照片。1999年的。对，你跟他调新了，就不是20年了。我们去了印刷厂，差不多有八九次，改还要校对。他们有什么疏漏，或者我们给的资料不完整，把这个安迪移过。这两个了。对，但是这边你就一个洞了哦，一样了。一样了。我试试看了哈。我们团长或筹委会啊，认为说我们哪一个人恰当负责哪一些工作，来不来分配？因为我在报馆当编辑了，这个编版的过程呢，就是学到一些东西了。所以对这个特刊做海报啊，还可以从容的维完成的。那我们年纪大了啊，一定会感到累的。但是我们还好，我们说合唱团做这个事情也是我们有点兴奋感，就我还能做。过半年的练习与筹备，余年中心合唱团声情唱响31年演唱会，终于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刻。我说，人生没有几个31周年，所以大家必须要为这件事情尽你的能力。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它，你在台上要让人家看到青春。曾经在齐文阳带领下的青声合唱团唱歌的陈明孝，在1990年代接下青声的指挥棒，今天他率领了新一代的成员与余年同台献唱。我们跟余年有很深厚的关系的，因为他的指挥齐文阳老师也是我们青声合唱团的前指挥，我们还去唱了有几回了，有几回合作的那个经验了，这是一个四季的传承吧。早年曾受齐文阳调教的音乐人张范，也专程来支持老师的乐龄歌咏队。我是特地从深圳回来，因为齐老师给我一个简讯嘛，我们说这个赴汤蹈火都一定要到的，因为齐老师是我恩师。他在2年前因为脊椎的关系，身体出了一点状况，但是音乐给予他勇气，让他没有放弃，一直努力至今。坚持梦想，深情唱响31年，请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合唱团的灵魂人物指挥音乐指导齐文瑶老师。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的第一段表演将由周小燕老师进行伴奏，欢迎您。从第一天带领他们就是义工的形式，所以我每次跟他们开玩笑说，一年欠我如果累积起来的30多年欠我20-30万的薪水了。我觉得我没有拿薪水我觉得更开心，如果我拿了薪水也许他们跟我的关系就没有像现在这么的亲切。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值得回味也非常窝心的一件事情。到今天我仍然留在宜年合唱团是就是基于这份难舍的情谊啊。无论年纪大或者年纪轻啊，有一群贴心的朋友啊，是很幸福很幸运的事情。当然到了你年纪大有一群关心你跟你能同心的那是更幸福了。